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气象局发布泥沙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，预估最快今晚就会增强为中台。中国陕西省爆发洪灾，榆林市水库发生决口，部分桥梁和道路被冲毁，损失惨重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与威斯康星州长华克签署备忘录，打造媲美矽谷的微谷。主计总处公布第二季经济成长率为2.1%，比五月略减0.04%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